高龄102岁的范志安老爷爷，平日独居在建功一路，在过年前夕突然来了新竹市长林志坚登门拜访，不但嘘寒问暖，还共同围炉享用丰盛的大餐。林志坚还亲切地替老爷爷夹菜，让老爷爷感到相当的开心。那我们希望市政府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得更多，给我们的长者五星级的一个服务哈。那我们常说这个五星有用心、安心、放心、温馨，好，那用心让大家，让我们这个长者在这个城市生活都可以感受到市政府对他们的这个努力希望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得知市长要来家中围炉，范志安老爷爷前一天就拉着志工到卖场去采购食材，交给主厨料理，要让市长宾至如归。新竹市关心独居长者，希望提供六星级的照顾服务，让独居长者都可以得到温暖。谢谢林市长关心我们的老人，这个这是事实，并不是这个夸张，就是这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尽管已经高龄102岁，少校退伍的范志安老爷爷仍然维持着军队中的习惯，床铺得整整齐齐，就连棉被都折成豆腐干，生活相当规律。这次市长上门围炉，让平时宁静的小房子里多了不少欢乐的笑声。凯波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